今次可以为 The Anchor 设计形象咧，我觉得系好富挑战性嘅，用咗一个大嘅原则咧去包装，各有各精彩。欢迎收睇《重磅新闻月报》。Gabriel 的感觉咧都系好稳定，比较有弹性。希望咧拍摄出嚟咧，令到佢更加 sharp。Christy 斯文嘅又得，有性格啲嘅又得，嗰、那个接受程度咧系比较高啲嘅。Vincent 着嘅嘢咧比较贴身，橙色嘅恤衫，希望着翻佢个身形出嚟。欢迎收睇新闻直击。Apple 嗰学院牌嘅安排比较清雅啲嘅。今日嘅新闻对焦系激烈嘅。至于例如 Carmen 微型版嘅活泼嘅靓女，尽量咧俾翻多啲线条感啦。应该为化解危机设下期限。例如 Olivia 好优雅嘅。的裝飾咧，係俾翻係精緻啲俾佢。歡迎收睇新聞直擊。卡卡優雅斯文，俾一啲嘅線條感俾佢。Benjamin， 我都用一個藍色啦，撞一啲顏色，那個現代感咧更加係跳脱。我覺得你哋嘅台係比較 young 啲嘅，有創意啲嘅。希望大家出嚟咧有一个新鲜感。